慢点，他等等后面一辆车了。等后面一辆车。啊，这今天去哪没到？这个车是多少？哪辆车我也不知道哪辆车。他是应该有知识牌。牌是几个馆？到哪个馆？他肯定他要去，肯定是先去一号馆。车停哪儿？不顶门进，都没人说。这个地方先告诉我，心里有点不舒服。看他指示，他知道咱车往哪去的吗？能知道的。他跟我们说这边。他说他一会儿一会儿跟上来，咱们跟他一道。他小车啊。应该是吧，后面没人了，他都开那个小车比咱快。他姐一道，他是他姐还有一些东西在他那儿。Thank you.